大家好，又是我充分狂魔鸡大宝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美。今天给大家挑战一下这个八背景全自动妹控吃鸡。我看你也没什么成功的可能性，直接说失败的惩罚是什么吧。如果失败，就给大家面无表情吃柠檬吧。当然，以我这实力，可能失败吗？绝无可能。开局直接跳 P 层，这里捡到八背景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。初步武装完毕 ，AK 加喷子，先把这 P 层清了，一会儿就可以坐等空投了。听到脚步了，盘他！我的乖乖，梁上君子，简直了！前面好像还有人，你行吗你？男人可以说不行吗？轻而易举。飞机来了，找辆车去追空投吧。等等，小兔崽子，欺负我没高倍镜啊！算了，先稳一下吧，在这里等他。喵了个咪的，掏喷子！接子弹职业选手，小兄弟果然和这名字很般配呀！哎呀，大菠萝，我就想要个妹控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算了，再追一个好了。居然有人捷足先登了，毛都没给你剩下的，就你话多。先加个油，追！小伏地魔，去袭吧！这都没打死，去袭吧！哦，极限反杀！哎呀，八背景还有 AWM。可我提莫的就想要个妹控啊，气死宝宝了。等等，有脚步。喵了个咪的，我这血量人机都能安排我了。再去舔个空投，我就不信没有妹控了。气死我了，得安排几个泄泄愤。就你吧。千万别了心情不好的寂寞人。我就不信还没有。抢我空投，天诛地灭！算你小子跑得快。哎，又不是妹控，拜托了，来个妹控吧，光子，我求你了！还敢来找我，活腻歪了！活腻歪了！又是谁？喵了个咪的，真当我是泥巴捏的。先进圈吧。哎呀，不好，没办法了，经典模式一把妹控都捡不到，只好来狙击模式了。希望观众朋友们不要怪我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对，身不由己。三发预判枪直接击倒，低调低调。哎呦，还有一个，给我倒。有脚步。喵了个咪的，抢我人头！极限反杀，还有，小子别跑！嘿嘿，灭队，可算是有妹控了。最后一个，你经历绝望吧。好了，准备吃柠檬吧。下期视频吃哈。最后大家别忘了给大宝一个关注呀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